你好，我是金工工，这里的寝室的警察是我后面的二楼的房子的，客厅很大很大，two room 呢，一个是草垛的房子，看一下草垛的房子，房子很亮亮，草垛，有块，衣柜是这样的，我，这个有一个书桌都有，那么这有客厅，冰箱也有。那个卫生，是厨房哦，厨房也餐桌也有，厨房挺干净，很大很大，厨房阳光很好，阳光非常好，厨房的阳光。那么这个是卫生间，这个是大房，大房里面又看一下啊，大房阳光非常好，房子挺大，有一个衣柜也有，衣柜就有书桌，那卫生间里面。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，卫生间也是小仓库，价格便宜，挺不错的房子，是吧？我估计这个房子挺可爱。我是金公公，你们快点过来。